我知道，哥一辈子喜欢我，想娶我，可是哥原谅我没能做哥的媳妇儿。 哥对我的好，我都记着呢。这辈子欠哥的，下辈子记着一定还。 师傅，季平，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我哥动了一下呢？啊，季平，你看错了。哎，季平，你别多想了，这天都快亮了，亮了就抬不出去了，赶快的吧！啊，没有，我哥没死，快快快，师娘，你试试。 跳啊！他胸口是热的呀，我耳朵射出来的，快快！是不是热的？真是热的，他还没死啊！师傅，快！只有一脉还没绝呀。这样吧，我开个方子。 三天了，该醒了，哥，醒醒吧！傻孩子，别叫了，他死了，天太热，留不住，咱练了吧。没，我哥没死。 我哥的身子还没硬呢，可三天都过了，没过呢，师傅。那天夜里把药拿回来，再熬好，就已经到晌午了，没过呢，师傅。可是孩子。
你也得歇歇呀，就这样熬了三天了，什么人能受得了啊？我不累，我哥不也熬了三天了吗？你别管我了，师父。哥，哥，红喜，你醒了，你可吓死人了！哎呀，红喜，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哥，这是家呀，你回家了。吉平。殷先生，哎，师娘，哎，啊，哎呀，啊，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我受伤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带着一支队伍在庞蓬街跟鬼子血战，后来人越打越少，队伍被冲散了，我自己也负伤了。